好，欢迎这一群天使哈。六个刚进入北新魔法学校的新生，经过分内貌的选择，来到了702学院。他们是否能顺利击败大魔王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新年三班在思倩老师的带领下，各项能力与日俱增，不管是知识还是体力，都有超出想象的进步。看到女生头上的帽子和男生身上的南瓜，就能知道新年三班是个非常团结、活泼、生动的班级。七年四班活泼可爱、热情洋溢。七年四班天要得到第一是我的愿望。七年四班看我展现活力，赢得最后胜利。七年四班。由许春元老师所指导的七年五班，他们的创意进场主题是暴走企鹅。我们班是活泼可爱、青春洋溢，偶尔疯疯癫癫，行为脱序，让我们凡事认真努力，也愿意付出劳力。今天我们将以可爱又暴走的方式祝北新生日快乐。人生逢在706，缘分深厚，所以我们要心怀感激，感恩北新，赞叹北新。七年七班，他们的创意进场主题是女巫与死神。一年一度的北新运动会，各班好手齐聚一堂，大显神威，一年比一年精彩。七年七班今年带来最有热情的女巫与最具活力的死神，祝贺北新国中生日快乐。七年八班是既活泼又有礼貌的班级，请用大家的双手热烈的欢迎七年八班。点点派对，我们是有着无畏勇气、过人智慧的七年九班，在魏嘉玲老师的带领下，充满活力与创意。男生能文能武，女生青春又美丽，这个活泼精神好。今天就让我们大显身手，庆祝北新生日快乐！哦，生日蛋糕，我们给他掌声，谢谢。好，各位空拍机现在在开拍，我们各位贵宾可以跟空拍机打招呼，谢谢。710带来2017世大运运动操的精简版本，以拥抱世界、拥抱爱的精神为主轴，简单活泼的动作融入此校庆的学术并重主要元素，表现我们对北新国中校庆的祝福。由严佳慧老师所带领的七年十一班骑士追，这个充满活力、精神饱满，班服骑士追代表着班号十一以及和平与正义。的七年十二班，他们的进场主题是卡通人物系列，团队合作有默契，样样比赛得第一。我们班男的帅气且幽默，女的俏丽又活泼，个个都天真可爱又创意十足。七年十三班，由活力十足的陈丽君老师所带领的这一群小恶魔们，请来宾给予这一群小恶魔最热烈的掌声鼓励。谢秀玲老师所指导的七年十四班，他们的进场主题是热闹的714，上戴的是帅气的帽子和闪亮的墨镜，他们要以此祝福北新国中生日快乐。进场的是由蔡长英老师所指导的七年十五班，以可爱快乐的企鹅展现班级的活力与热情，使用的是环保材料和坏掉的安全帽当头套，口号是企鹅企鹅一级棒，十五十五得第一。七年十六班，他们的进场主题是资源回收做环保，节能减碳爱地球，健康活泼的七年十六班资源回收是高手，
保护地球最厉害，活泼开朗有创意。是由陈玉娟老师所指导的七年十七班，我们是一个十分热爱运动的班级，每天奔驰于操场，悠游于泳池，一起在艳阳下热情地挥洒汗水，纵使再辛苦的练习也绝对不会半途而废。是由王思文老师、张慧琪老师所指导的七年十八班，他们的进场主题是最佳 MVP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最有自信活力充沛的 MVP 球员，所以我想今天带着无比的热情参与学校五十二岁的生日 party。 在场的每个人都是最佳 MVP 哦，千万别小看自己的潜力，相信今天的活动与精彩一定相当精彩，期待看到大家大显身手哦。